师哥，你知道人生最绝望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小庄，难道你也遇到了那个难题？新年临近，这个麻烦恐怕谁也无法避免。不错，我今年的片酬也全都包了红包。特别是二胎政策开放后，红包竟要多发一倍。而现政策的趋势就是要开放多生了。19年正好赶上猪年，今后的红包可能要越来越多了。这一点你确实应该更清楚，谁让你总是带着那几个烦人的小鬼？怎么现在后悔了？不过有一句我必须跟你讲清楚。小庄，这是我的选择，请你。我只想说新年快乐。魏章兄最近似乎和红莲走得很近啊。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回鬼谷呀？怎么，你哥哥还没急，你就开始急了？切，谁说我不急的？这都年底了，父王和姑母们又要催婚了，我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姻缘。子女姑娘，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说。祝你开门大吉。过年带我回家。好，我带你回家。门是你们。那，不如还是带我回家过年吧。我只买到3张车票。哥，你真好，我们不用挤春运了。那是，老公带你飞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回家呢？以后您再也不用去车站排队买票了。我儿子真是又乖又聪明，都学会包车了，真是我的好儿子。黄沙蛮牛，这黄牛票可亏大了。阿狗在这里吧？我要见他。他不在这里。不在？耶，狗哥，等我一起过年啊。跋涉3000里，就因为没抢着车票，赶不上天发的红包了呀！小怪物们，好好享受今年最后的时光，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。哒哒哒哒哒。哎，戴老大，新年快乐！赵老师，蓉蓉，称你满满大礼包。院长。